这样可以看起来，就是因为男生不是喜欢看什么南半球什么的吗？对，就是要买这种你这个是南北半球全球了，没有半球小姐，大家好，这个是这是你的第几本啊？这是我刚拍完第三本写真，第三本了，对，第三本写真。那这一次有没有跟过去不一样啊？有，因为其实我在拍这一本写真书的时候，刚好遇到疫情，我本来是五月中要拍，然后刚好所有东西都策划好了，场景都租好了，找好了，然后服装也都弄好了，但刚好我要拍那日期就是三级警戒的那一周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？那就先延后一周再看看好了，但一直就没有好转，这样没有办法看到。我最欣赏他的，反而不是你们这么肤浅的一个躯壳。我欣赏他的是他的 talking， 很大方落落这样子，台南的女孩子很棒，而且她的笑容，跟她聊天，跟她笑容，她这个整个唇形来讲啊，算是极尽完美。唇形很重要，而且林珊最厉害的是，我觉得她是连女生都喜欢的那一种。真的吗？对，哇，那很开心啊。所以你还没看到写真集，你会恨死她。又爱又恨。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林珊为公开的内页，一、二、三，戴眼镜，冰淇淋，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小号的衣服？因为这样比较有引人遐想。对，真的有点太小，太小件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会这样子穿，如果拍写真，流行这样穿了。就应该说他这样可以看起来，就是因为男生不是喜欢看什么南半球什么的吗？对，就是要买这种你这个是南北半球全球了，没有半球小姐，没有。但个人有一个小问题，就因为林珊她也不太避讳。我们为什么要站着录？对对，坐坐。因为你是怎么录着录着来上去？三位，难道你坐下来会颠丢吗？我也不太感觉不太避讳自己的交友状况。交友状况怎么说？比如说我好像有人请吃饭，比较友好的一些友好的什么，反正还没结婚嘛，都可以多看看，多尝试，稍微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，多认识。OK， 多尝试一下。来，提出评论，来，根据照片还要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就是男生一定会中的居家女友风，这张很厉害，因为他就冰箱打开嘛，然后很清凉，然后感觉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是惊为天人老师。OK， 厉害。这个最猛的是东西没有吃好。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，要吃不吃的，然后最后那个冰箱，我一直很好奇冰箱是什么品牌的。冰箱？对，因为你的冰箱看起来很大呢。那个是摄影棚的。那个摄影棚哦，说，随便的。东西要吃不吃？我们今天在聊写真集，你在聊背景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是说你肚子有多饿？刚好要搬家。我是一个爸爸的样子，有家室啊，只能看家电的，只看前景。他这一段是演给他老婆看的。对，祖先。你在拍摄过程里面呢？有遇到偷拍客啊？这个是对，可是那个是之前我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有偷拍的人，他不是拿手机偷拍，他是把他的 GoPro 就绑在鞋子上面，哇，然后直接绑在鞋上哦，联名款，然后这么明显，对，太会绑了，不完全不明显，因为他的鞋子黑色那种，有点类似马丁靴，然后马丁靴很大一个，你也不会看得出上面有一个黑色的 GoPro。傻妹，你会不会想太多？跟搞不好人家脚残障，那穿皮鞋。误认成爆破鞋，那站这样子，三七，对啊，我好像这样弄到你裙子，对，站这样还好，这样太夸张了，对，会不会他就是个瑜伽？对，怎么样？林珊，会不会是个瑜伽老师？怪怪的，对不对？站这样是还好，如果他站这样子的话，喂，比较奇怪，这有什么好看？叫他买一本就好了。他们就享受那个偷拍的过程啊。对啊，有些人是这样。对啊，奇怪，漂亮，窃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少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偷不如偷拍，感觉啊。好，这一位应该就是可以先坐上我们的地位了。好，十四。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是谁，与你相遇。对，这是我的首本写真，然后已经在五月三号的时候在各大数位平台上架了。哦，数位写真哦，就是卡到疫情就没有办法宣传，所以拖到现在。哦，就在这边与你相遇。
大家好好给他支持一下。今天选的他个人觉得非常厉害的这一个独家内页。其实我有点不知道这张是什么。surprise， 我们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来，好，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来，一起来看看，一、二、三 ，Let's go。这赛事大到有点夸张，太害羞，太害羞。通常一个人不可能吃这么大罐的烤肉酱。对啦，那个这赛事太夸张了，你不会拿那么大的刷子？我们怕有广告嫌疑，刷子不可以。刷子，对。那另外一个是贴这边喽。啊，对对对，完美。那烤肉酱太大了。好，小贴一下，这张照片吗？就是烤肉，正在烤肉中。一家烤肉，谁烤肉会穿这样？就是因为很热啊，很就是有那个炭火很热，然后就是阿基阿基很热，然后这个就是弄自己在那里弄弄脏了，对，弄脏了。哎呀，真是讨厌 QQ。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学画画的，所以我只要拿到刷子，我也学画，我就会很想画画，就不小心刷到在这。他有没有想到这一张反而是在很多的粉丝大家讨论度最高，就这个哇，谁烤肉烤成这样？马告香肠来了，来了。又是外向，厉害厉害！你如果这样子，然后回家烤肉，你也 Q 你大色雷。哎，怎么会？林香，这个如果是那个有女朋友的，一看到马上这个一刷刷到分手，绝对绝对刷到分手。他难度很高的，还有骑马，然后穿比基尼。哇！这个马力十足，厉害！哇，这个马头这个马漂亮哎，活得值得，活得值得。比基尼都好少见哦，那个马好控制，不好控制，它会一直吃草，就会又会这样子摔，然后都会差点摔下来。事实证明，马也会吃豆腐，哎，吃草啦，种种挺努力在那边。妈妈大力支持他拍。然后爸爸还来买，对啊，因为我从小的时候，我妈就发现我好像身材还不错，然后她就说你不拍这种东西太可惜，对，妈妈都生病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好吧，就试试看，然后爸爸就是很骄傲。女儿身材很好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健康，然后很就是很骄傲，都会分享给他同事说，哎，赶快去买我女儿的写真书。哦，对，问一个题外，好吧，好，请说，会不会担心未来男朋友会有意见？哎，跟你交往了以后，突然间，竟然他朋友家里有一本他的好朋友，男性的朋友有一本你的写真书收藏，可是那就是我之前拍的啊。如果他不能接受，那好像也没有办法，就是过去的、啊。接受你就要概括承受这些，对，就是之前，因为他自己有拿到 bonus。不，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就市面上全部买下来，很棒哎，对，买断，没有没有，我是想做批发，不是，没有那种啦，再拿去卖，太高兴，太高兴。